大家好，我是阿峰，今天准备搭这三大包下网准备起访啊、差不多有个两天左右没有放下网了，期待今天能够发大财哦。就看那边人放的多不多了，只要放那边人放的不多，我们今天肯定能发财。那我们赶紧出发，走。现在我们已经到放虾王这个地方了啊，准备给大放下去了，大虾多多啊！现在我们已经全部放完了啊，大虾多多啊！现在我们终于在这附近就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收了啊，期待的终于过来，一虾多多啊！你看，这要放虾王这么多，这一个，上面还有一个，没办法，跟咱们前放网的人太多了，来，期待大虾多多啊！现在已经看那边了，就看到虾了，虾来了啊、都是土虾，什么情况？今天不来吃鲜虾，都是来这个不吃鲜虾。终于来了一条了啊、这条大，哇，长毛大虾，终于来了一条。啊，两条，两条，这条不大，哇，优秀哈。我这种大潮水不能吃了。哇，这条大，这条大，敢来吃都不能出来啊？这干嘛不能出来？这不是油吗？哇，这条虾昨天晚上应该是。4.6海水，熬夜熬到4点多，跟你差不多，你3点多睡，他4点。哇，这条可以，够大，刷都刷不住。终于又来一条了，看来小潮水比大潮水要好。那溜得太急了，太急了，可能把那个下网都悬在一起了。不是，都被压在土里了。来了一条8B，8B，我给你们看一下。从这边看是不是很像一头猪？是不是很帅？哦。来了啊、一条土虾，一条白虾，哇！昨天钓一条的好好，或者现在又该放虾了，你看放空了吧？来了，又是熬夜的虾，看来水温真的不是很流行啊！来呀，大家继续来呀，不怕你乱来呀，就怕你不来。兰花蟹小的来了，把你爷爷奶奶叫过来啊！终于又来一条了啊！哦、又来了，真的又来了，来了，没有，来都不来，一来都冷起来，底下有一条，还是有虾。跟你说，放下网还是能赚钱，你不信？你听到说赚不了钱，谁说赚不了钱？个头都挺大的，这最大海力够大，最大海力应该是那个更新了。这个能吃吗？快要长成一条龙了，是不是长得很像一条龙？你们有没有见过？阿峰抓到了一条龙，海龙啊，给他绑。虾旁边肯定有皮皮虾，说明皮皮虾会带来虾，虾也会带来皮皮虾。哇，这条大，看了哇，这个肯定够了，爆点够了，少吃。哇，起来了，还是有钱赚，放假玩是不是？在家里面睡觉肯定是发不了财的，出门还是能发财啊、起码都像这种的，连起来，猜好是不是？猜有钱赚。哇，这条大啊！看来今天的虾不错啊、都个头都挺大的，可以啊，谢谢了。我给你们看一下，上回前跟你们说后面那个背兄弟别放生，老虎一只九公，这种四人都还挺懂，长得又像老虎，这个因为很少，它这应该是四九公背，所以说没有排入我们那个一命的那个毒虎表里面。这条大啊，所以说千万不要在家里面。又来一条，看来可以啊。所以说在家睡觉是没有前途的，出来放下网肯定能赚钱呀、是不是？又来了，哇，来可以，这有不错啊、还是有虾，这有还行啊，都是大虾，虽然说没啥数量，但是有4两，都是这么大的虾，都是长毛大虾，哇，什么呀？是不是很大？这样我说明来都需要回报了啊。能不能大发财，能不能更发财，就看这最后一包。终于又来了一条长毛虾啊、可以、又来了啊、继续来，这边又来一条，都被海胆给包住，都看不到，这样子一来都是连起来。这条是土虾，你家这么大已经算大了，可以啊，现在已经全部收完了啊、今天收我应该说还行吧，还行啊，都是虾，应该也有个5-6斤吧。往年的话，那个10多斤算还行，但是今年的话，5-6斤已经算还行了。因为今年这边放的东西太多了，看来就得要
拍这种的话，我就不要把地方拍出来。来，师妹，回家，回家买钱吧啊！走。今天下完之后，我说还不错啊，我发了一个朋友圈，然后有一个老板打电话过来说都有。哇，今天下都平的啊，这都坑爹了。哇，不错啊。今天这阵应该有个五斤左右吧，挺沉的，下都平的，也可以卖个好几百块钱了，600。600的话，一人分个200，出去有钱的话，一人还能送100多。一百多，也算可以。事实证明，游出来肯定是有收获的。是。那我们接下来准备给那个老板送过去了啊。那我们看明天有天气的话，明天继续啊。那我们今天视频就拍到这了，我们明天见啊，拜拜。